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好，那我们还记得我们学过急了的不得了。好，如果你今天说很忙，忙极了，忙得不得了，忙得很。好，但是如果我们用死了，那就是更高，更累，更累。好，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可能刚刚用的都是不好的，像很累啊，很麻烦呢。这些都是比较不好的，那也有一些好的，像我们说的高兴，高兴死了，还有羡慕死了，还有乐死了，乐死就是很开心的意思，很开心的意思。那后面还有，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？很急，嗯，你可以怎么说？这辆车急死了。很好，这辆车急死了。好，他觉得怎么样？很冷。嗯，所以可以怎么说？他冷死了。他冷死了，对，他冷死了。那你觉得这辆车怎么样？你要不要买？买得起吗？这辆车买得起吗？还是买不起？买不起，为什么买不起？为什么买不起？因为这辆车贵怎死么样？了，贵死了，对，这辆车贵死了，所以我们买不起。好，所以这个语法有没有问题？嗯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在前面可以加一个 verb or verse day。好，来形容，来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来练习练习看看。